大家好，希望大家这个现在都能够听到。如果刚才能够听到视频的声音的话，现在应该是可以听到啊。如果不能听到的话，可以退出一下再试试看。大家可以在那个留言框里面，打一下如果你能不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困难的话，看看其他人能不能帮到。等一下我开始演讲之后呢，可能就不一定有时间再处理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如果有其他的朋友可以帮忙的话，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处理一下。好，谢谢。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今天的讲座。好。大家好，我现在是把每个人的话筒都是关成静音模式的，但是听应该是可以听到，我尽量声音再大一点。好，今天呢，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关于经典诵读教育和海外中文学习的讲座。我这次讲座，也要感谢咱们的在海外读经群里ID 叫做哈城幽兰的罗兰老师，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请我给他们本地的家长们做一个分享和交流。那在他的这个安排之下呢，我们这次讲座，可以得到，得以怎么说呢，得到安排，那非常感谢他，也很感谢其他的在线参加我们讲座的朋友。希望呢，我的一点个人的经历和分享能够对您，不管是自己带孩子读也好，还是带您的学生读也好，都能够稍微有点帮助。如果能有一点点启发和帮助的话，我觉得就会感觉到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今天的讲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现在住在美国的爱荷华州的爱荷华市。声音音量调高一点是吧？我这个是对着电脑讲，我看一看，这样可以吗？我大尽量大声一点说吧，好吗？我这边好像，我看看似乎没有可以调节我自己音量。好。这样子是不是稍微高一点？好，我现在呢是在美国的爱荷华州，我这边有一个学堂叫做升天学堂。升天学堂是成立于2015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历讲座呢，从这一段话开始。这段话如果读过老子的朋友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上士，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天分非常的好啊，或者说根气很好，他听到这个道这么一种东西之后呢，他就会想都不想就去做，勤而行之。那中士呢，就像我这样子，包括很多很多的人，就社会上的这种平均的一般人，这样的人听到道呢会若存若亡，就是有时候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呢又觉得不是那么有道理，就是下不了决心很快的就去投入的去做。那我想可能大多数人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很正常的，非常非常的正常，毕竟上士是少数人嘛，对不对？社会的精英。那下士闻道大笑之，那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无论如何你跟他讲，他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甚至还会反过来嘲笑你。那我这个在读到老子的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对这个话感触是非常的强烈，因为我觉得自己实际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士。我在接触读经教育和逐渐的去了解和实践的过程，其实都是非常的曲折，是一直是在一种若存若亡的状态之中。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那今天的讲座的大纲呢，就分为这么七大块。首先呢，是介绍我个人跟读经教育的缘分，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简单的从理论方面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经典诵读，就是读经教育，然后读经的意义何在，相关的理论。那么介绍一下读经会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在具体操作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和操作的注意事项。那么最后呢，特别的谈一下为什么我们海外华裔儿童要用读经这样一种方法来学习中文啊，这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实际上我接受读经教育是很早很早的，就是2011年，当时我刚刚怀孕，我的母亲呢就。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读经教育的理念。那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有着40多年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老的幼教工作者。那么她就是，所以呢，她就有很多的机会和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教育的资源，当然其中也就包括读经教育的理念。她实际上从小因为我在她的身边耳濡目染，我对很多的教育理论都是挺熟悉的，而且也很有兴趣。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很认同他的推荐，比如说绘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主流的教育的方法和思路。但是就是对于读经教育理念，我当时是特别的排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小孩子那么小就给他读这些大人都不懂的东西呢，对不对？然后而且不。而且就是这样读吗？不懂吗？他不解释吗？他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啊，这些东西会不会给小孩学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反感、疑惑和忧虑啊，我都已经写在上面了。而且呢，他当时呢，就是他越想说服我，我可能越是这个排斥。特别是他举了很多例子，那我想这个。你这可能只是一个案嘛，对不对？可能这些小孩子本身就天赋比较好，那能不能这个东西都推广到其他的小孩身上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些想法当我现在在推广读经教育，遇到的很多朋友，他们有这样子的疑问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就是从那个地方走过来的，我完全的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当时我的母亲他很想让他的那个孙女一生下来就能够听到经典的声音，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钱，特别快递了一台读经机来美国。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疯了嘛，肯定是被那个卖读经机的人给骗了，就跟传销差不多，对不对？专门骗他们这样的，这个望孙成龙的老太太的钱，那个快递的钱很贵的，比那个机子还要贵。所以我当时我也很倔，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所以我坚决不照着这个做，他再急也没有用，我那读经机拿回来就摆了很长时间，我是从来不用它来听经典的，我只是用它来听音乐，它里面有不少的那个古典音乐，我觉得哎蛮好的嘛，给小孩听音乐什么的，还有一些儿歌啊什么，就派了这么一年，派了这个用场，那么。后来呢，就是在小孩出生以后呢，我就开始关注孩子的中文教育，因为这个是没小孩之前从来没觉得说小孩的中文教育会是一个问题。我想当然的觉得说，我们夫妻两个都是中国人，我们只要在家里跟他说中文，坚持就可以了。但是呢，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周围有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接触了，就发现很多孩子他们跟父母就是。完全是用英文在交流的，或者父母跟他说中文，他是用英文跟他回的。那，这个我就开始想说，哎，这个好像，这个可能会是个问题啊。我不太想让我的小孩这样，那我应该要把这个事情从小就抓起来。所以当时呢，就开始关注孩子中文教育，看各种各样的文章。也开始创办爱荷华中文读书会，这个是一开始带我的女儿去图书馆，然后看到他们有那个图书馆里美国人搞的那个 story time，觉得哎蛮好的，就开始用中文的形式来办。2012年的时候，那当时我们差不多是一周就有一次活动，然后内容就是念念儿歌、童谣啊，讲讲绘本故事，还挺热闹的，小朋友都很喜欢。
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嘛，所以也其实看不太出来对孩子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他还是很小的一个小宝宝，不会说话。那到2013年的暑假呢，当时那我就想说，试着教几个邻居的小朋友中文试一试。因为当时我的母亲在中国的国内，他们用一套教学的方法，就是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推荐我用，我就拿来试一下。他们，这个课程的体系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先孩子先背下千字文，然后以千字文一个基础来进行扩展的学习。那第一步就是背千字文，我一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的，并没有想到说这些小孩子一定能学成什么样子，因为实际上很多小朋友来我这里的时候，他也是你让他张口说中文都是很困难的，第一堂课基本上就不开口，后来我用了很多办法让他们逐渐开口跟着我念啊，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样子念，他们慢慢开口可以跟一点了，结果呢，后来这个小朋友的进步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有一天啊，他们来早了，我呢说你们自己先玩一会儿啊，等会儿过5分钟开始上课。他们好像发现找不到什么东西可玩嘛，挺无聊的，不知道有个小朋友谁起了个头，就开始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曦。然后呢，更多的小朋友，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加入了，啊，好几个小朋友一起用稚嫩的嗓音念着这个千字文，那个声音飘荡在我家的客厅里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太美了，这个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感动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啊，是，这个是第一次孩子们让我有震惊的感觉。后来呢，因为这个随着课程的进一步的加深呢，孩子们就千字文背得越来越熟了。那很有趣的，他们就很喜欢背这个千字文。那个暑假的时候，那小朋友过来，比如说他从他家跑过来找我说个什么话，说完了之后呢，他觉得好像还没说完，还要再说点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说点啥。他就想，哦，焦老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曦连山，含来说往，秋收冬藏，焦老师再见。就是这样子的。他很可爱，小孩子，他喜欢，他背熟了之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我以前就是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结果都在我的这个学生身上呈现出来了。他不懂，你问他们背得很熟，他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没解释，但是他依然背得很熟，而且很喜欢，而且呢，很明显的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中文的这个发音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提高，所以呢，我就开始反思，可能我之前对于读经教育的一些成见啊，它是可能真的只是一些不太，我不太，我理解不太到位。导致的，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那我虽然很倔的啊，但是呢，如果说我看到了这个事实的话，我并不会说特别固执己见，我还是很愿意的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花了大概1、2个月的时间，去把网上能够找来的王才贵先生的文集呀、什么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啊，找来，看了很多。然后呢，也把海外读经教育，当时实际上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资讯，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海外读经家庭在读，或者说大家在读都不知道。那么最有名的一些在网上分享的前辈们呢，就是我列出来的这些，像家有春夏。杨梅老师，他自怀仁是我们海外读经推广第一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啊。然后呢，他创办的知谦学堂，那个新浪博客上有非常详细的，从开办以来所有的上课的记录，非常非常的详细。那还有巴黎的渊城学堂郑妍妍老师，这个也是我一直是他的可以说是粉丝，一直在扒拉他的文章看啊，从里面学习，然后获取灵感。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北美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波士顿至善学堂，它是我们北美第一家完成《论语》100的学堂。
但是当年对于我来说，觉得《论语》100是一个非常非常遥不可及的目标，好吓人呐，100遍，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完成《论语》100，就是非常多的小朋友完成《论语》100了。我现在我也觉得，在我带着孩子完成这个量以后，也觉得这个并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来说，就觉得这个是像神一样膜拜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福田新田。甜甜妈赵岩峰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的副教授，也是曾经在日本担任，我忘了是哪一个大学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那他也是分享了非常多甜甜中日英三语，特别是中文读经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可以说我们真的是看着这个甜甜长大的。然后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很著名的网站文学城上，丽妈她是在华府，那她也分享了很多他们的三个孩子，通过读经来学习。那我看到他们这些妈妈或者是老师的分享，我当时的感触就是说，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太棒了，就是不仅仅是中文学得非常的好，而且就是说有很多这些孩子的特质你感觉是很好的，你就是觉得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像他们一样，至少在中文上面能够学得像他们一样好。所以呢，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自我学习和思考之后呢，我就决定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读经教育的实践，同时呢也在我们本地进行读经教育的推广。所以呢，从此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路，那是我跟读经教育个人的一个缘分。那今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读经教育的理念。儿童读经呢，就是教儿童诵读经典，简称儿童读经。儿童读经这四个字呢，就已经概括了这个教育理念的三个重点，就是教材、教法和对象。教材呢，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反复的读，熟读成诵。对象呢就是儿童，就是这个方法是主要是针对儿童的。当然实际上呢，它也很适合于这个初入学这个学习之门的成年人。这个我们如果有过学习经历的家长和老师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到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一开始上来就用这种好像不求甚解的方法埋头读读读读读，那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对文本很熟悉了之后，你再去看解释或者再去听一些课的话，你会发现你融会贯通的特别快。但如果你一边读一边读解释，一边读解释的话，很有可能你这个读解释也是读的又困难又枯燥。当然这个是我是不是今天的重点，就不多说了。那么现在儿童读经教育的理论倡导人王才贵教授呢，他从理论和实际证实他的这个理念是可行的。他个人思考25年，家庭实践10年以上，在1994年开始正式的向社会推广。那么儿童读经，对于这个可能实际上和大陆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小朋友很早就开始读经，那么我们海外的小朋友能不能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学习呢？其实在没有人做在人吃螃蟹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非常的感谢有海外读经的这个黄埔军校之称的德国智谦学堂，也就是我们说的海外读经推广第一人杨梅老师他所创办的智谦学堂，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啊，走出了一条海外读经教育的路，证明了通过读经教育对于海外孩子来说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学好中文，亲近经典，传承文化。那王才贵他字继谦，王才贵先生这里有一个他的简介，他是台湾人，是中国是他是本身是一个大家可以看见他是有着非常完整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学术训练的。他呢是牟宗三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然后呢像这样一位就是拥有非常深厚学术功底的人，大多数人都是关在不能说关在吧，就是说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做他们的学术研究。
但是先生他很不一样，他不仅仅安于自己的这个研究，他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到祖先传下来的经典。这点我是非常非常佩服先生的。那也确确实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和家庭因为他的倡导而受益。那读经就是读最有价值的书。经它的本意是织布的直线，引申为常理常道。那么世界的各国，各种文化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经典。那么比如说中国，我们的传统经典是四书五经为代表的。那么像印度的，还有一些佛典啊，像西方的圣经啊，这些都是他们文化中的经典。它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和大家的这个筛选，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读呢，就是熟读，熟读有高度价值的书，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较轻便的吸取人生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较迅速的启迪自己的理性。那只要是读过一点点经典的家长，不管你读的是我们的《论语》啊，还是英文的圣经啊，或者其他的经典，我相信你都会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那么读经可以让我们启发理性、开拓见识，并且陶养人的性情。从语文的方面来说，经典呢是最优美的文言文。所谓大文皆自六经来，有了经典的语文训练，看其他的古文书籍就不在话下了。能读古文呢，对白话文的欣赏和写作也有很多的帮助。那这个我相信大家的亲身体验一定是很容易理解这个的，对不对？那么从内涵的方面来讲，经典是人生智慧的源头，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要修身养性、通达事理，以此作为便利。那像我们的平时读《论语》的时候，会《论语》啊，或者是《孟子》啊，这里面你真的是会随处可见这个人生智慧、处事准则。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道德黄金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啊。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欲速则不达呀，等等等等。那经典呢，更是一个文化的根源所在。有了根源性的文化教养，很容易的开发出一个人的理性，而涵养出深广的心胸和能力。我们深信，一个有着自我传统底子的中国人，才能提供其所有贡献于社会，这样反而才是西方人所欢迎的，反而会得到西方人的敬重。这里面的文字，我都是从先生的文本里面直接选取出来，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我写不出更好的话来，所以我就直接引用了原文。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也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看先生的文章。实际上先生的他的，因为他真的是有很好的学术功底，所以他的这个文章里面会有很多东西，你看了之后，对我们会非常多的启发。有一些这个宣传的读经教育的文章是其他人写的嘛，可能写的这个，你会觉得可能不是很对你的胃口。我其实一开始对读经有点排斥，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看的一些文章，我觉得不是很对我的胃口。但是后来我看了先生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很对我的胃口。他说的我觉得很多都很有道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的读先生的原文。那先生说到这个，提到这个有自我传统底子的中国人才能提供其所有贡献于社会，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洞见。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大家可能会说美国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哈，就是有很多很多多元的文化，但是实际上有人就说这个大熔炉的说法并不是很妥当，因为熔炉是什么？它就是把你全都融到一起去，都融成一样的嘛，对不对？你像那个炼合金一样，就把它两种东西变成一种。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个说法可能更恰当，是它是一个沙拉碗、沙拉盘，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啊、水果啊，然后再加上沙拉酱，每一个都是独特的，都保持它自己原来的那个味道，但是混在一起，它的味道就更好。那实际上，一个真正的我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真正的多元的社会，应该就是这样子，就是
大家都拥有自己很独特的那一份特色，那样一份文化和传统，这样子呢，大家融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各有所贡献，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很特别，真正的多元，像一个沙拉一样的，非常的好吃，有营养，又超越原来所独有的那样一份味道。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的华裔，对自己的文化不能够了解，都只是人云亦云的话，那是非常的可惜的。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那你反过来可以贡献给西方的社会，对，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同的参考的视角，不同的思考的方向，这样的人真的是会更容易得到西方人的尊重。那么儿童读经教育，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些基本理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说这个教育的时机，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张图，它显示的是零到就是说孩子啊，一个人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变化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经验，你就可以感受，实际上小孩子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机械记忆能力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跟孩子一起读一篇东西，背一个东西的话，是他记得比我们大人要快很多。但是呢，理解力呢就反过来的是，小孩子他的理解力是比较的弱，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理解力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的这个记忆力呢往后呢就会相对的弱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特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它，在他记忆力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多给他一些记的东西，也不用太强求他去理解，因为他小的时候相对应的理解力相对弱嘛。那么等到他慢慢的长大，理解力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在理解力上面下一些功夫。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是顺应天时，顺应这个人的发展的规律。那我们读经教育呢，就是这样子的。有句话说的很好，说零到十三岁记忆的黄金时段，不记经典也是记广告词。你会发现小孩子他如果听一些东西，他真的是很容易就记。那你这么好的这个记忆力，那我不如用它来记点更有用的东西吧，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啊，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这个时间段充分的利用它，来多记一些经典是很有好处的，这样子可以为他将来的这个理解啊、学习，甚至是运用到生活当中去，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你就好像给他储备了很多粮食一样。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孩子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会有点像填鸭嘛？就是我们说填鸭教育不好哈。那先生有一个很巧妙的回应，就是说实际上它不是填鸭，这个是填牛。你觉得它是一个鸭子的话，它的胃是很小，它确实是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他那个时候记忆力那么的强的话，他不是一个鸭子，他其实是像是一头牛一样啊，他可以吃进去很多，那你就多给他吃一点。然后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反刍嘛，就他先吃下去，然后他慢慢的去消化，这个其实很精妙的一个比喻啊。我们的知识啊，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说吃进去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就反应出来，它可能是吃进去然后慢慢消化，过上很多年之后再变成你的一部分，变成你的气质，变成你的才华，变成你的做人做事的行为的准则等等等等。那么儿童读经教育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呢，就是先生提出来的这个煮汤圆识字啊。煮汤圆识字它就是说我们海外家长肯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学中文大多数有一个困难，就是识字。很多孩子学了几年之后也没有识很多的字，或者说呢总是有一个学了就忘学了就忘的这个过程，好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花了很多精力，但是最后呢所得甚少。
那先生就说，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要让孩子学两三千个字是很容易的，怎么容易呢？就好像下一大锅这个汤圆，你是把这个两三千个字全都让他放开，让他认，啊，这一两三千个汤圆一锅全都丢下去给他煮，那么他煮的时候肯定是沉沉浮浮嘛，就是有的是接近锅底的，他就先熟了，啊，离得远一点的他可能晚点熟，那沉沉浮浮。但是有一些呢，可能熟滚开始是熟了，但是呢，过一会儿好像又凉了，那就好像是遗忘的字嘛。那汤圆它就沉沉浮浮，沉沉浮浮。但是它，你只要持续不停的煮，它一定有煮开全部煮熟的这一天，对不对？因为它一直在那里煮嘛。那这个我们一般的学习呢，它不是这样子两三千个汤圆一起下锅的，它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暨南大学编的中文教材，它一年的生字量大概是100多个字。那就好比说，这一年的时间，我们煮了100个汤圆，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汤圆就捞出来，第二年呢，再丢100多个汤圆进去，第三年捞出来再丢100，那你这个可能1000多个汤圆，你要烧10年，但是你前面捞出来汤圆有的就已经凉了嘛，就一些孩子他就忘掉了，你后面烧的这些汤圆，他烧来烧去，他也就只是收获那么可能很可怜的几百个字啊，还忘掉好多。所以这跟我们这个持续的煮汤圆的这个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图片是巴黎的郑妍妍老师她做的，我觉得她写的非常的好。一般的语言模式就是单字词为基础，由简而难的渐进重理解掌握。那么家长和老师要花大量的精力来挑汤圆和反复重新的去煮开。但是读经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输入，你好像并没有专门教我小孩子说啊，这是子曰的子，这是曰。这个是孝，这个是悌，等等等等，你并没有这样的去，单独的去教，你只是丢给他一本《论语》，说好，我们今天开始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小朋友就看着这个字或者指着这个，慢慢的读。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头一年下来，他的效率看上去好像是比较低的。你这个一年下来，你让他说，哎，你认识几个字？可能小朋友还是很懵懂的，或者说他这个字放在文中他认识，你单独拎出来他又不认识了，这个特别的正常。但实际上有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实际上我们要告诉你，你这个汤圆在煮熟的过程当中，你不要着急掀盖子出来看，你接着煮啊，你接着煮，慢慢的读到两三年，他就会看出来了。你会发现，哇，他这么多字好像突然之间就全都熟了，嗯。我们是不加区分的，一锅煮，持续的煮，静待全熟。等一下，我后面会给大家看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小汤圆煮到半熟，和比较熟和非常熟是什么样子。那么，儿童读经教育理论呢，它很多人一开始不太容易理解接受的，也是因为它跟近代的主流教育理论有非常多的不同。近代主流教育理论呢，首先它的教材是以类化原则，依据儿童的理解能力由浅入深，这个大家都肯可以理解，嗯，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小朋友的理解力是，小的时候是比较低的嘛，所以小的时候呢就教些浅的，大了之后像我们上了大学再学些深的，这个很符合我们的这个常识，但是呢，先生就提出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由浅入深来教的，那么他呢就区分了知识技能性内容的学习和人文艺术道德修养方面的熏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划分。如果没有人来提出来的话，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哎，真的是可以区别开来。那像一些知识技能性内容的学习呢，它因为需要有理解力作为辅助。它真的是需要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来学习的。我们不可以太早的去教小朋友一些很深的东西，他也理解不了，对不对？那这个，这是对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东西，它呢，比如说像人文艺术、道德方、修养方面的熏习，他们其实呢，并不一定需要很多的理解力，他就可以教起来。就比如说我们小宝宝生下来，大家都知道会给他听一些音乐。啊，觉得哎，他可以欣赏听一听这样音乐，他应该会很开心。但是你并不会想着说我要教他一些乐理的知识，对不对？这是不一样，他不需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音乐很好听，他有一些什么内在的逻辑啊，等等等等。啊，或者像你会给小宝宝、小朋友，你会给他看一些名画，你看了这个画，你也会觉得很，自己也会很愉悦。
啊，那这个东西你并不需要自己就很懂欣赏一个画，或者说很明白这个画讲的是什么东西，很懂一些绘画的技巧，你不需要这些啊，甚至连颜色都不认识的时候，你都可以来看了，对不对？那确实，那就说明确实是有一些东西，他们是可以在孩子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理解力的时候就可以教。那么先生认为经典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在孩子还不是很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开始。像咿呀学语一样的带他读起来啊，子曰学而学时习之等等等等。那实际上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了，孩子真的是可以的，他不需要这个，以大人的理解的思路来判断这些东西。那么近代主流教育理论还有一个就是说，教学的目标依据一个实用原则，那我们教一个什么东西就要能够体现出它有什么用。所以也很多家长会问说，哎，我教小孩读经这个有什么用啊？那这个。我们会说它实际上呢，它看起来没用，但是还也有可能它有很大的用。而且呢，我要说，实际上就从我们海外读经的教育实践来讲，它至少有一个最最最简单的功用，就是它会帮助你的孩子识字、学好中文。这个其实只是读经教育的一个副产品，很小很小的一个副产品，它已经我觉得是已经挺有用的了。但是我们读经呢，更多的应该是着眼于一生发展的根基，而不仅仅是当下的使用。如果家长能够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读经教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孩子学习止步不前、平台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多一点点耐心，少一点点急躁那实际上时间并不会亏待所有努力的人我们的耐心一定会在后面慢慢得到回报。那近代主流教育理论还有一点就是教学方法很注意兴趣原则，要顺应孩子兴趣那就导致了我们在教，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自然的想着说我要，搞一些唱唱跳跳啊，或者说什么如果小孩子表现出了说我对这个没兴趣，家长就很焦虑，老师就很焦虑，就是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实际上呢，读经教育里面，我们认为。兴趣呢是可以培养的，并不是只有游戏才有兴趣。特别是大孩子，我们希望能够把他引导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感上面去，而不仅仅是比较浅层次的兴趣。那就像我们大人，你可能说我如果不上班，每天去旅游啊或者玩，这个也是蛮开心。但是如果你做一个事情，你把工作中的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给解决了，你有这个成就感，其实你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快乐，也会给你带来兴趣。那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家长要慢慢的去引导他，并且去想尽各种办法去培养他的这样一种兴趣。这是考验老师和家长的智慧。但是呢，我们说，只要你是非常非常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你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实现你这个目标的，用尽各种办法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后面还会再涉及到一点。那大家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儿童读经教育理论和现代主流教育理论。那我们如果做了这样一个比较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发现，它虽然看起来跟主流教育理论是很不一样，但是它也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的简单，或者说很直接就可以用没道理来概括，它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从懂不懂、有用无用的角度来讲的话，经典教育可以是暂时不懂，但将来确实有大用的。这里面的。一些话也是我从先生原文里面摘出来的，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如果我们肯从长远的历程看，应该可以判断推断，他当时表面上好像不懂，但其实他有某种默默的懂，而且可能懂得很深，懂到他整个生命里去。或许这才是懂的真意。毕竟生命是一大神奇。你以为儿童不懂，甚至连儿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懂不懂，但小时有了默默的酝酿，到了适当时候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应给教育保留这一扇人生的可贵之门才好。我们当然尊重科学，重视实用，但一切以科学为标准而为实用至上，泛科学化、泛功利化，可能会抹杀了一些人生很宝贵的印象。就实而言，让一个儿童接受经典教育、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是要他长远的默默地变化其气质，使他的生命陶然出某种深度，以维护人性光辉，以提升人格质量，以造就人才，以陶铸大器。实际上呢，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在实践当中，他们就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够小看孩子。你们觉得孩子是不懂吗？可是孩子有时候会有他一些的这个童言童语，会让家长很惊讶。就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德国妈妈的分享，她呢孩子是她因为是中德混血家庭，所以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她开始读经之前都是不怎么说中文的。那么她在开始读的时候读了一些这个弟子规，然后有一天呢，她跟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看到小孩子就说：“哎呀，我不想吃了。”那她呢就跟孩子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想让他多继续吃下去嘛。然后你们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回答他？这个小朋友说：“食适可，勿过则。”这个话是《弟子规》里面的。你看这个小朋友很厉害，他已经知道用这个《弟子规》里面的话跟他妈妈回应，就是说这个吃的差不多饱就行了，不用吃撑了，对不对？那这个用的非常的恰当，非常的好。他就是懂了，但是并没有跟他解释，他就是有这样一种理解，因为我们的文言文跟白话文其实它的距离并没有那么的遥远，很多时候是可以有一些理解的。那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洛杉矶的妈妈简简，他们家的小宝宝在2岁多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的爷爷，他平时跟他爷爷就是很亲密嘛，经常在一起。有一天他爷爷出门去了一会儿，没跟他打招呼，他就在家里很着急的一直在找爷爷。后来等他爷爷回来的时候，他就很急的哭，跟他爷爷说：“出必告，反必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跟我打招呼就出去了，我很生气啊，你以后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当然他这个小朋友，他跟爷爷长辈不应该这样说话，但是他就意思理解，他是理解的，用的非常的准确，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加拿大的渥太华中天学堂薇薇老师，他以前分享过他的儿子乐乐小朋友，他就有一天跟他的妈妈说：“我知道这个什么是死而不亡者寿。”然后他妈妈就挺吃惊的，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像孔子爷爷，他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挂着他的画像，每天还要拜孔子，还在读他的读《论语》，学习他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像他这样子的人，就是死而不亡者寿啊！”这个小朋友当时好像只有5岁多，因为他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的精当、很到位的。死而不亡者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有时候我们会。真的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大人的成见和判断，可能就限制了孩子，实际上孩子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去尊重和保留这么一些可能性。这段话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先生说，今天孩子在头脑中储存下经典，将来他在低头举手中忽有领受，在散步斜卧间即有会意，在河川边，在江前畔，皆能误入，何等逍遥，何等自在，是不是很美？真的是很美啊！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读经有什么好处。一些很直接的好处就是读经可以帮助正音，识字，这个是大家很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其实学语言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语言的这个发音系统你要熟悉它，变成一种好像是你的这个口腔的肌肉记忆一样。那我们不停的读，反复的读的话，那它就是给你的这个口腔你很多的一个训练，慢慢它的对于这个发音就会越来越准。而且我们的这个读经，要么是老师来带，要么是跟着这个读经机里面有播音员读的非常标准的声音来学。那不管怎么样，这孩子在不停的学习和模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发音变得越来越好。那很多海外孩子，他如果没有大量的这样一种朗读诵读的训练的话，他的发音是有点怪腔怪调，像我们说像小外国人一样的。那读经在对这个问题上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然后呢，就是说读经可以帮助孩子识字，这个我后面会有更多详细的分析，就在这里先不展开。那读经令白话文阅读如履平地，我们之前也讲到了，读经因为我们读的很多都是经典，是文言文，有一些甚至是非常艰涩，看起来非常艰涩的文言文。那孩子在习惯这样的文言文的诵读之后呢，他会有一种，首先他的能力会，他的语感会好很多，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他会有一种不畏难的心理，因为你想那么不懂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读下来，何况是以后拿来的这种内容很贴近孩子生活的这个普通的白话文阅读呢。所以这个如果是读经出来的孩子，他们的这个能力真的是会更高一点。读白话文的话就是如履平地了，因为他是从一个高的地方下来的。那读经呢也增进儿童的智力和意志力的双重提高。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杨定一博士的分享，读经对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是有很好很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稍微有点枯燥的事情，就是你不停的读不停的读，那么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他的意志力是一种磨练，他要克服自己的这种觉得好像是很枯燥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能够应付更多的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他这样一种意志力提高了以后，这种能力是可以迁移的，他对于其他的事情他也可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耐力去对待和学习。所以有很多读经多年的孩子，他们家长和老师都反映他们在其他的学业表现啊，或者是像钢琴啊小提琴等等的这样的才艺学习上面，他们都体现出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耐力和意志力。那么读经可以培养儿童优雅的情操，给孩子最好的性情与心灵教育，这个呢并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呢他只要是我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不对？你只要坚持做这个史书里面的这个圣贤之训啊，那么多优雅的内容，那么多有智慧的有涵养的内容会逐渐逐渐的变成他人生的底色。我们真诚的这个相信也祝福这些读经的孩子，相信他们会从这个里面获得他们人生的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好，那么有很多朋友他们就会说说了那么多好像是挺虚的，对不对？我要数据，那就数据来了。这个呢是台湾的儿童读经教育的一个相关的研究报告。那么参与报告调研的这些学生的家长呢，他们发现孩子在读经之后明显的在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集中方面都有了改善。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已经带孩子读了一段时间经典的家长，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识字量不说，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如果他读经半年到一年以上，你会发现他会比以前就是学一篇新课会快，可能以前读15遍20遍才能读熟，他可能10遍就能读熟。像我现在带的学生，我现在在读孟子，以前读论语的时候可能一篇要花3-4个星期来读，但是现在孟子差不多篇幅的内容我们只需要1个星期就可以读得很熟了。所以孩子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提升很多，而且孩子的注意力集中，一开始的小孩子他可能坐下来一页书都指不完，就会非常的烦躁了，就要跑。但是呢随着读经的时间的延长，他可以现在我的学生有的他可以在那边1.5个小时他就自己很专注的在那边读，就可以完全不受干扰，是非常非常令我佩服的。因为实际上我大人有时候累的话坐在那里那么久也会有点烦躁，甚至会受到干扰。那么课业方面语文课的提升，这当然是毋庸置疑。那么还有一些家长会提到说孩子性情方面的改变，变得懂事易沟通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主动完成课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
但是也是可以很合理的想象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因为如果长期坚持读经的孩子的话，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他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说我每天都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掉，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要做掉。那么他的这个在学习上面的这种自律的精神，这种主动性，会有一定的提高。那么这个研究表明，儿童每日的读经时间越长，所积累的读经时间越久，则对于儿童所生的功效也就越明显。这点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孩子他在这个读经这条路上面走的时间越长的话，他的这个读经给他带来的好处是越明显的。后面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例子。那这个是识字的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说到煮汤圆。这是一颗，就是刚刚开始有一点漂浮的小汤圆。这个是我的女儿，她呢是现在是4岁半，她从1岁多就开始给她熏陶，给她听音频。那么3岁左右呢，正式开始要求她跟我读。那现在是4岁半，也就是2个月之前呢，才开始要求比较多的要求她纸质读。以前她还因为比较小，也比较皮，不太能坐定，我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她。但是他到了4岁半过了以后呢，我觉得他好像能够坐定一点嘛，我就对他多一些要求。那么，只读了2个月，当然实际上以前虽然他不只读，但是我也只字给他看，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多少看一些字进去。但我们也并没有测过他能读多少识多少字。那就是前2天呢，就他自己翻出《中庸》这本书，翻到第1页。我说你读一读看看，上面有你认识的字你就读出来，不认识字的就跳过去。结果他呢就把我们这个红字标出来的这个知味道，还有也者不可，君子乎其所不闻莫羡乎，就这些字他都是自己就是第一遍就能够读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当然，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当然是很欣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小汤圆慢慢的在往上浮。当然，因为他只读的还比较少，他《论语》也读的还不够多，所以呢，他还是有很多字不认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反正一直在读，他只要在一直在锅里煮的话呢，那个汤圆就会越来越多的浮上来。这呢是我的一个学生，这个小朋友，这张照片的拍摄于2016年的春天，也就是1年前。当时这个小朋友5岁半，现在他6岁半。当时呢，他读经近2年，他的妈妈呢，因为是信佛的，所以每天让他呢读一遍《弟子规》。他也还读《论语》，其他的都读，他只是额外的在每天都会读一个《弟子规》。那他《弟子规》读的滚瓜烂熟的，我帮他算了一下，应该在500遍以上。然后我用这个"弟子规"不二字的这个纸打出来，让他圈出认识的字。我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圈的密密麻麻，你仔细看里面，可能每行都只有个别几个字他是没有圈、不认识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如果很多家长，如果你很想让小孩子突破识字关的话，读经真的是非常好的办法，特别是老师大量的读。就是我觉得哈，只要老师大量的读。读什么都能认字，你读这个小学课本或者说什么都可以的，你只要老师大量反复的读，反复的去认，他一定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慢慢就认字了嘛。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要读经呢？就是因为我们读的这个经典，它不仅仅我们认字只是一个小目标嘛，对不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这个顺带认一下字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副产品。那读经，那孩子他如果花1年的时间去识字，可能去读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也能识这么多字。但是你花1年时间去读经，你会收获更多。那这个小朋友呢，他经过1年的，对，这个还是当时他的这个跟前一张照片是同时拍的，因为他也读《论语》嘛，所以我让他把《论语》里面圈出来认识的字，你可以看到也是圈出来非常非常的多，我给大家一个数据，这个小朋友当时读《论语》学完了1轮半，第一轮呢学到读了30遍左右，就是能够自己读下来，但是不是很熟。第二轮呢，我们就又很扎实的从头开始，领读跟读再领，这样子过了第二遍，第二轮每篇达到了50遍左右，但是当时他的这个《论语》的总遍数还是没有达到100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一锅汤圆，浮浮沉沉的，也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产物。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这个是他今年二月份我让他拍了个照片了。这个呢，我就只让他圈出不认识的字，而不是认识的字，因为认识字太多了嘛。这个是孟子，他的在过去的半年里，我跟他一起完成了每天一遍《论语》全文的学习复习，到后面都是他自己读的，所以过去的半年他大概读了有近80遍，《论语》的全文。那这个就是三轮学下来，他就功底打得更扎实了，汤圆也就熟得更多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学孟子的时候，他基本上每页只有个别字是不认识的。那我们为什么那个孟子能够学得这么快？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字都认识呢，那我只要稍微就是说把那些不认识的字给搞明白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读经到第三年的一锅汤圆，大家可以看到。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海外读经也是一个小明星啊，是那个渥太华中天学堂薇薇老师家的乐乐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他现在是6岁半，不到7岁。他因为妈妈就是在他功夫下得很深，所以呢，他虽然只有6岁半，但是已经熟读并且背诵了《荀攸论子》《荀攸论语》《孟子》《易经》《诗经》《老子》《庄子》《选》《说理春秋选》等等，所以他的这个经典的学习量是非常的大。那么可想而知，他的识字量也是很自然的就很大。所以呢，左边呢是他妈妈发了一张图，就是他圈出来的字都是他不认识的字，你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很少见的字，可能我们大人都不认识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经典里面不太常用的字，其他只要是经典里的常用字的话，都认识。那么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书虫了。前两天他妈妈发的照片就是说他现在手不释卷，起床就开始翻看希腊神话，不停的看书，拦不住。这个就是孩子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说自推的一种状态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那我们其实海外的小朋友，如果坚持读经的话，慢慢也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高效的一种学习方法。那这里呢，大家单就是说识字了之后呢，再进行阅读的这个训练就不是很困难。这里我分享一个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就是圈出《弟子规》和《论语》上面字的那位小朋友。他在读一个小故事。狐狸和兔子，一天，狐狸睁开眼睛，看到床头上面，上画的小白兔，立刻就想去吃它，它悄声悄气的，来到小白兔的家门口，模仿小鸡的声音说：“小白兔，开开门，咱俩一起玩。”小白。好，就是大家管中窥豹，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就是说，就主要是靠读经来识字的。这个没有怎么，没有再怎么有时间去搞一些其他东西。像平时我带他读书也是，我们就是卯足了劲读《论语》读《孟子》。如果那天稍微有一点额外的时间，就让他读这么一两篇小文章。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圈出来的字是我帮他圈的，就是他自己第一遍读，不认识的字，那我就把它圈出来，稍微教他一下。那么他自己再把这些字过个两三遍的话，这个故事就能够读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这个读经的小朋友，这个学习的能力啊，后面的这个后劲啊，确实是学习能力很强，后劲也是很足的。那这里是华人老师家的女儿小春子，她5岁的时候呢，妈妈就给她找到这么一篇她从来没读过的文章，她打开来就能够往下读。当然，我这个有点故障，这个视频放不出来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暨南大学版的中文教材第12册，也就是说是
一般作为学校里最高年级的学生学的内容。那你想想看，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小朋友他5岁就能读这个内容，那他到相同的年龄他能读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那我们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在比较小的年龄就达到这个程度，那该多好呢？那我们关于说这个读经识字，我再单独拎出来讲一下。因为有很多家庭其实还是可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也会期待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能够像这些孩子一样的识字和阅读。那我想说，读经肯定对识字有帮助，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是有帮助。但是呢，它的表现程度每个孩子都是有个体的差异。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孩子他平时读的时候看不看字，然后呢止不止读。如果止读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不止读也并不是说就一定就没有希望。有时候孩子他特别是大孩子，他可能不太愿意用手去指，他就是眼睛在看。这些有很多东西就是说不是一概而论的，需要家长去揣摩，去把握，去引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的年龄上面，有一些孩子我们发现，实际上如果从小就开始读经熏陶，然后呢在刚好在孩子4岁多到5岁多这个识字敏感期，比较认真的大量读经的孩子的话，这个识字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像我女儿，我感觉她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所以呢就是虽然我们只指了很少的一段时间，但是她的这个识字量我感觉是上得很快。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说学习能力比较强，他的自制力比较强，他表现出来也比较快。每个孩子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就了解其他孩子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也不用太焦虑。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孩子来合理的去努力，不用把这种焦虑转到孩子身上去。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的话呢，我是真诚的希望你不要错过孩子的这个敏感期，早点开始。这个是绝对是有好处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说中文语言基础能力的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是它会带来一个对文字敏感度的差异，这个差异其实还蛮大的。就我们就说国内的小孩，就很多小孩好像在上学之前就是蛮轻松的就认了很多字啊，就是甚至家长都没有怎么好好的教他就认了很多。但是为什么海外的孩子这么困难？其实你想一想，国内的孩子到处都能看到汉字，然后他到处听的也是这个说中文的人的看的这个动画片啊什么，到处都有这些东西，他的这个文字的敏感度是相当的高的。那么我们海外孩子就缺乏这样一种环境，那就需要家长在家里面去给他营造这样的环境，尽量的多跟他用中文去交流啊，然后可以给他读一些书啊，看一些这个电视节目。当然太小的是不主张多看电视啊，就如果说你们家看的话，尽量的多看一些跟中文中国文化这些有关的东西。慢慢还这个东西哪怕小的就只是说给他看一些动画片或儿歌的话，他这些东西都会对他的这个提升他对这样一种语言和文字的敏感度都会有好处的。这些东西都是日积月累，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将来他学中文，不管他用何种方法学，不管他是读经还是不读经，你这个从小有这样子基础打在那里的孩子，他一定会学得更轻松，学得更好。还有呢就是说孩子的读经量读经时间的累积。为什么我刚才把小朋友的这个读经量和时间放在那里，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为之前有人说他家小孩读了好多年不识字，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小概率的事情，不能够把这个来去宣扬的。那就说读了5年，请问你这5年读了多少？你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的进度来讲的话，5年的话应该是四书啊，然后易经啊，老子庄子啊，什么全都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了。但是如果你5年一本论语都没有读完，那你可想而知每天那个量啊，这个功夫下的有多少了，对不对？你下的功夫这么少，你还期望有很好的结果，这个不现实嘛，对不对？然后如果出去直接去拿这个数据去跟人家讲的，可能会
想说啊，读这么久还不识字啊，那不要干这个事情了。其实这个不太有道理的，应该去看一看其他那些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的小朋友。我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小孩子能够读到45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认认真真的读经2到3年，再配合上识字的话呢，我不能绝对的说他肯定会识很多字，这个好像太绝对了。但是我要说，不怎么识字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啊。那么还有就是说，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现在《论语》也读得蛮好的了，读了100多遍哈。那孟子，或者说我读完《论语》、读完孟子，或者说读完2、3年，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自己读书了？那我要说，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呢，你是呼之欲出了，你也不用太担心他可能暂时的还是不认识，不能够拿起一本书立马就能读。因为我们经典里确实有一些字，现代生活当中常见，比如说你经典里不太可能会见到什么什么猫啊、狗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经典都能读下来，这些东西你稍微补充一下啊，陪着孩子阅读，可能就像刚才我带我们小朋友有空的时候，你带他读一篇小文章，就这样子慢慢慢慢，他孩子他这个阅读，他学习到了这样一种阅读的技能，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认识一些字的话，就可以逐渐过渡到自主阅读，这是一个过程，不用太心急，但是呢，它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些家长可能觉得读了一段时间，觉得好像识字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虽然我说可能其实是你家汤圆煮了一半没有全开，他可能着急的想要去说我要不要用字卡呀，或者让小孩写字啊，或者搞一些绘本阅读等等方面来促进他的学习。那我是说这个，我们会反复强调，并不是说排斥这些方法，其实这些都可以用的 ，OK 的，没有问题。就是每个小孩不一样嘛，你觉得如果这个对你小孩有帮助的话，你就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读经教育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强调一个叫做本末先后，就是说读经是本，是根本。你把这个本守好了，就像你看到的刚才那些小朋友一样，他们去开墨是容易的。但是你如果本没有守住的话，你去开墨，其实去逐墨守本、舍本的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有好多好多小朋友，他们真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但是学了忘忘的学，这个问题一直不太能够解决啊。然后呢，就是说学了字，他也不一定能够立马就能够放到这个阅读的文章当中去，等等，这些困难是真实存在的，是很多人都遇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别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怎么能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那你就不用再去重复这些困难，再去走过这些弯路了。这是我的，从我的角度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么在读经这个好处里面呢，还有一项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悬就是说读经是很好的脑力开发和潜能的训练工具。那我接下来会给大家看一个由杨静一博士的视频访谈，他自己本身是经过良好的这个学术训练，那么他自己的孩子呢也挺出色的，他就在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到了说这个读经的价值。想说小朋友让他去读经可以看得到在科学验证上面真的读经对他会有一些实质上的影响吗？我们在1999了哈，我跟我太太对话，在这个美国成立一个儿童联盟 Alliance Childhood， 有好多专家，39位专家，有瑞典、法国等等，美国不用讲啊。那当时我记得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就是那读经朗诵啊，读经朗诵这个古典这个项目，用很科学化来表达。那当时我记得我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就是那读经朗诵朗诵这个古典这个项目，用很科学化来表达脑波的这个变化，是最叫人好奇啊，这个感觉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脑波不光是慢下来，它会左边右边大脑小脑会同步，那这个coherence 把这个同步的观念，那这个同步有什么意义了啊？我
全部过去观察一个人聪明，然后到这个他在这个不管是科学、艺术、画画，他一定要发挥他的这 creativity 了啊。自己读经其实有一些好处，不是我觉得很特别，像很多的父母亲送小朋友去读经，有的人认为这可以提早跟父母对话，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国力太好了，影响他的数学，影响他的英文，会这样吗？小朋友接触读经最不可思议是什么？他不是光文学、历史等等都会好，数学、科学都会好，都会好，嗯。为什么他已经不是一个实验？那为什么张教授问这个是最关键的？我认为是这样，古人了哈，这些最美的这些诗，就是大圣人，他有相当这个哲学这个修行达到一个段落，发出来的一些，他才写得出这样，才可以写出来这么完美的那么完美的语言，那么完美的这个内容嘛哈。这个小朋友接收了以后，无形当中他已经被古人感染了。哦，难怪你三个小朋友都这么优秀，而且不敢讲，对啊，他们都是读经。对，所以你看他是有一个科学的根基，又有这个脑波等等。不是你刚刚提到读经，那其实大家很想知道哦，几岁以前的小孩子读经很有机会，未来可以培养出一些天才博士。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讲老实话，我知道这个要负责。是吗？胎教。的时候就是选，比如说你是这个选大型经的，没有关系，叫这个 Bible 没有用等等，这个就不跟有关系，还是会发现小朋友说会有一些感应，那当然。生出来以后越早越好，意思越早越好。三岁是吗？越早越好，什么时候都可以。对，2岁、3岁都可以。对，2岁、3岁到十几岁了。但最精华的呢？最精华，精华就是十几岁，十几年的时间嘛。对啊。好，来请。这个，我觉得在。刚开始带孩子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家长都会像我一样有一个忐忑的观的想法，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的水平太差了，对不对？我自己都不懂怎么能够带孩子读。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虽然我们自己只有一桶水，但是要只给孩子一条河。因为传统的教育是说我要给你杯水，我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是我们的家长，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受过这样一种教育，我们自己连一桶水都没有啊，可能一桶水都没有，那我怎么给你一杯？那是不是一定要是那种就是说大学者啊，很有造诣的人才可以教孩子读经？不是的，每个人都可以，你只要能够认得那个字或者认得拼音就可以了。虽然我们只有一桶水，但是我们只给他一条，我们就好像一个二传手一样，把这些经典这样一句句的带给他，然后慢慢他就可以去直接向古圣先贤学习。所以我们说呢，要把握0到13岁的黄金学习期，及早老实大量快乐的浸泡在圣贤智慧的源泉当中。这里有一个视频，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放很多，给大家两秒看一下。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这是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速读《论语》的这个视频。这速读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平读，不带任何的花哨，只是老师念一句，孩子跟一句这样。其实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慨。为什么？你想，这个中国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在整个东亚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那有很多很多的国家的人都是受到我们这个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上受到了很多的影响。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明成皇后》，那个片子呢是韩语的片子，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王公贵族在议论朝政的时候，经常会突然就转成用汉语来背一段子曰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当时是看了很震惊的，就是你想，就是王公贵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是如此的重视这个我们的这个孔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古圣先贤的一些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这些其他的文化背景的人他们都如此的重视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作为华夏子孙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的学习，是不是？那很庆幸的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网络的时代，不管你身处何方，你都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进行读经的学习。我们说这个德不孤必有邻，还有一句论语里面的话我很喜欢，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真的是因为读经使得我们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在网上相识，甚至是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这样一种感觉是非常的好。那这里有一些，这个是德国汉堡之前学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外读经第一班黄埔军校的小朋友们幼儿班读中庸，你看这都还是些小萝卜头们嘛，对吧？这么小。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多放了，但是这样的视频很多，大家以后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比如说搜一下智谦学堂 YouTube， 或者说搜他们的那个新浪博客，你可以看到很多。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儿童读经的实务。首先呢，在教材的选择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选择最有价值的书，东方的经典之作，圣贤的智慧永恒而有价值。那么西方的这个经典我们也是要学的，只不过因为在海外的这个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中文的经典要摆在一个优先级上面。那王才贵先生对于中文经典的建议呢，分为四个层次，它的重要性从一到四是递减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层次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第二层次是《老子》《庄子》《诗经》《易经》，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如第一级。第三呢，就是唐诗宋词元曲古文等等。第四呢，就是三百千等同门书。那像三百千等同门书这些呢，就是说真的是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很高啊，有空就读，没空不读都是无妨的。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些真正的经典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读的。那么我们说在所有的经典当中首推什么呢？论语。论语会了三字经就会了，三字经会了论语不一定会。我们说高层涵盖，用高层涵盖低层的这个概念去教育，教一次实现一辈子，教一本涵盖千万本，这样的高教育才是比较高效的。那我们就说这个不仅仅是有一个不仅仅是有这个我们上面说的这部分，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的，就是说论语它这个语言的难度，它句子是长短句不均匀的，其实它的语言难度是稍微有一点点难的。那跟主要是我们跟什么比呢？是跟这像第三百千这样的韵，像天子文、地理、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座、成就、列张，它是押韵的嘛，对不对？还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些都是押韵的。小孩而且就几个字，就像小孩子就像念小白兔白又白一样，它好像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小孩子从小就是念这一些的话呢，那他的能力提高的就可能就提到这里。当然念三字经比小白兔白又白还是要好一点了，但是他呢顶多也是从这儿提到这儿。但是如果他小的时候就开始念论语的话呢，他的起点就比较高了，他就在这里。可能一开始他是磕磕绊绊的，他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他可能甚至五个字他还跟不下来，他就跟你子曰学而时习之这么跟你念，但是慢慢他就能够甚至他慢慢就念七个字八个字了，这样他慢慢的他的这个能力就无形当中就涨上去了。那这个是有真实的案例的，就是德国智谦的小朋友，他们当时有一个班的家长呢就觉得，哎呀论语太难了，我们小朋友就要读三字经。那老师就说那好吧，对吧，如果你不读三字经你不读了的话，那我们就还是读三字经，那就从三字经开始。然后呢巴黎的陈妍妍老师他呢就比较倔，他说不行，我们就是一定要读论语开始的。所以呢就这个两个班的小朋友读了一年之后呢，他们到一起有机会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个读三字经开始的小朋友他就是不如读那个论语的小朋友，就在相同的年龄起步，在读了一年之后他的那个学习的能力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强的，
因为他那个读一直在读论语的小朋友，他一直在挑战更高难度的东西嘛。那么我们自己这个东西，我在带自己的孩子读书之前，其实我也是心里面打鼓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很确定，就是你小孩子他是可以的。我的女儿就她当她能够说话的时候，这个后来慢慢就开始带她读，她一开始就会说子曰子曰，就只会说子曰子曰，但是她慢慢开始读，三岁开始跟读这个论语，一开始也是要把长句子给她切成短句子来念的，但是她慢慢也就能读下来。那么她现在就是再让她去读长句子的话就是比较轻松，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大人不用太担心小孩子的，这小孩子其实潜力是蛮多的，我们大人可以去慢慢的把它带上去。那么教材的版本推荐，因为我们这个海外读经的这个小朋友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识字嘛，那么我们特别推荐这个学而超大字版本的论语，还有这就是中庸大学孝经这套书，它是一套书有七册，那它的这个字特别特别的大，每个字都有25美分的硬币那么大，很适合小孩子来指字，因为太小的字它有可能会指跑掉嘛，那个大的字很清楚。然后呢，因为字也很大，小孩子也不是很，就是说很不是很费眼睛。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升迁学堂的 Dropbox， 等一下可以把那个链接看看有没有谁能够帮我，或者我自己可以发一下在那个对话框里面。这个 Dropbox 里面这个可以说资料是很齐全的了。大家有这个里面的资料立马就可以在家读起来，没有书的话这里面电子版都有好多，你可以直接打印出来就用。当然电子版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校订上面不是很完善的地方，所以买一本书配拼音的书可能是更好一点，但是没有条件的话立马就可以做起来，这都不是问题。然后我们说到儿童读经实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零岁就可以开始。刚才有一个妈妈好像就是在问，对吧？三岁可以开始读经吗？可以的，我们现在就到这个部分了，你一定要听哦。胎教其实就可以开始。如果现在有妈妈在怀孕的，或者是要准备怀孕的话，恭喜你，你没有错过最好的时间。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播放音频自己读，实际上自己读是最好的，因为就是说你的声音是宝宝能听到最清楚的声音。那么如果从小就接受胎教的小朋友呢，我们说他是读经宝宝啊，读经宝宝他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渥太华中间学堂瑞丽老师，就是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小书虫乐乐，他的妹妹这个小美很可爱，小美这是他5个月大的时候呢妈妈拍的一段视频，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妈妈跟他读大学直到就是大学的第一段。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后来在这里的时候接触了这个红色标出来的安儿后能力，你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眼见为实。大学，大学知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至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吗？是这样吗？而后能得，大家都听到了吧？那个小宝宝说安逸，他这个说的不清楚，但是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听他妈妈读了很多很多，听他哥哥也读了很多很多。当然我们就是说你也不用特别焦虑，说好像说我要从我的孩子身上寻找一些什么奇迹啊，没有的，这个无所谓，就是说我们去努力。然后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话就交给老天嘛，对不对？这样就轻轻松松的去做，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做你自己应该做的就好了。这个是关于胎教。那么0到3岁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就说是听闻为主，就是听，因为他还很小，这个时候小孩子也很没有定性，你说你要让他坐在那里读书，哎呀，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这个
肯定是转来转去的，他就算在那里读，跟着你读，他也是转来转，这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小孩子他是有海绵式吸收的能力。家长要做的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家中播放优美的音乐啊，还有中西经典的音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自己读。家长读呢，就是小孩子他有一种模仿的本能，他看到你玩手机，他就要玩手机，对不对？他看到你干别的，他要干别的。那如果你在读书，他也要模仿你读书。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我们说言传身教，这个最好的就是把他，你说一点点的诱惑到他，带到你想让他带到的这个路上来，就是从你自己做开始。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也不用太纠结说孩子学了多少，或者说他能表现出了多少。这如果太焦虑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太过功利的去逼孩子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还很小嘛，才那么一点点大，不用太担心。我们这个阶段主要是让孩子体会到读经和穿衣吃饭一样的感，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培养起他每日读经的习惯。这个打好了基础之后事半功倍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我接触过很多稍微大一点才开始读经的小朋友，那他的父母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小孩子读经，他反抗的非常厉害，因为他就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事情，然后又好像挺不好玩的，对不对？但是呢有很多我们从小开始读经的小朋友呢，这个事情过渡的就比较容易，因为他好像天天就听你在那里放子曰，他也觉得念个子曰挺正常的，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就把他好像就跟穿衣吃饭一样，那小孩他有时候也不想穿衣服啊，他想光着身子跑啊，他也不想洗澡不想刷牙，那你还是会抓着他去做嘛，对不对？那这个差不多就是用这种心态去对待读经就好了，你总归是要让他去做的，喜不喜欢也是要做的，你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好了。那么小的时候如果能够养成这样一种习惯的话，你长大了会少很多跟他去争辩为什么要读经的这个口舌。你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影响的，大了之后就慢慢他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大，就比较困难了。那有很多人都说，哎，你的女儿好像很乖巧，还看视频好像坐在那里能够读书读那么久，其实他并不是很乖巧的小孩，我们经常为别的事情，生活中别的事情会闹得挺厉害的，不刷牙或者不洗澡什么的。但是呢，就是说读经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平和，有没有说特别大的问题？那可能就跟我们从小去注意培养这个习惯有关系。那这个是我女儿她19个月的时候接龙千字文的一个视频，这个她当时我完全没有在教她千字文，我只是在教那几个小孩子。那当时她1周岁嘛，在地上爬玩，但是到隔了半年，突然有一天她在我念千字文的时候说出来了，我才意识到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在那爬那玩，人家就已经海绵式的吸收进去了，只是说他那会儿不会输出，等到他会输出的时候，他输出出来就真的是挺让人吃惊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很小的话，你就认真的对牛弹琴吧，这头牛一定有一天他会这个金石为开的。宇宙红日炎秀烈，寒来暑，秋收冬，余晨立旅桥。好，就先到这里啊。差不多就是小孩子的妈妈，如果你在线的话，希望你真的听进去了，立马就开始。那如果是孩子再大一点，他有能力跟读的话，就可以开始让孩子跟着大人读。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对他要求让他只字读，这些都是说一步一步的去推进的，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要求他坐在那里啊，然后只读啊什么的。那可能有的孩子会很抗拒，那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的特点，一点一点的把他带上去就好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很多家长会说起，哎呀，我们家很忙，没有时间。那么我们就是说充分利用这些零散的时间，比如说你家里一直把这个东西作为背景音来放的话，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可以容易做到的，因为这个其实不占用你任何做事情的时间，它只是作为一个背景的音在放。但只不过你需要可能跟你的家人沟通一下，让他们了解到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觉得挺烦的，但是听多了可能慢慢也习惯了。那么还有一个的就是说开车啊什么这个
之后你最好在车里面也去放点音频。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路上20分钟你都不觉得就过去了，那这个20分钟你可能能如果放音频的话都已经放了好多遍了，那孩子就听了。那像我们学堂读比较好的孩子家长分享，他们都是很注重在家里放音频，音频放得多学新课就是很容易的事情。那这里有小朋友就是孙子在和下学而第一，学而第一，子曰。这个春子和何夏就是我们海外读经推广第一人华人老师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刚才他们像小老师一样演示了怎么读一跟一的这样一种分读啊。如果你们家里有老大，把老大好好培养好，这样老大可以带老二读书了。嗯，那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名字地道可道，非常道，非常的。名可名，非常名，非常名。哦，这个小朋友真的超级萌的，对不对？真是特别特别可爱。就反正你看，就是说各个年龄段你都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做起来。如果你的小孩子在2-3岁还不能像这些小朋友一样，也没有关系，每个小孩子不一样的。你就耐心的一点点的带他做起来好了。可能可以从每天1分钟、2分钟、5分钟开始，慢慢就往上走。啊，我们说这个有个六字诀，就是小朋友跟我念，啊，就是你念一句，他跟一句，念一句跟一句，啊，那么建议家长在读的时候，特别是大孩子，就是建议你记一下遍数，你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你哪些读了多少遍。实际上你会发现，说那些读的比较熟的，读的比较爽快的，就是因为你的遍数比较多。如果你哪一篇你遍数不多的话，可能就比较生涩，那你就把这个再加强一些。罗兰老师给我发了家长的这个讲座前的那个问卷，里面有家长提到说，说小孩子对背诵觉得很有困难。我们要澄清一下这个观点，就是说读经我们虽然鼓励小孩子背诵，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强迫他背诵，就是我们的背诵是一种熟读成诵，读很多很多遍之后很自然的他就能背出来，而不是说哎，今天你帮我把这个东西背下来。你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熟读的这个阶段直接让他去背的话，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你如果给他布置的任务就是说，好，来，我们把这个读50遍，或者这个星期读50遍，或者什么什么，那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然后等到他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也许他不知不觉中已经会背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用太焦虑孩子要不要背诵，你都不用给他就是说特别提背诵的这个目标。如果他不是很熟的话，等到他熟了的话，我们会再给他提背诵目标，这样子可以促使他更高的去要求自己的这个诵读的时候的质量。那么每日亲子读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谁都不能够取代。你上再好的班，有再好的老师教，最重要的还是在家里面每天带着他30分钟到2个小时之间的这样一种业余的读的时间。不能只寄希望于老师。如果只寄希望于老师，老师教的再好，你可能在家你没有亲自带孩子带过的话，你都不能够把老师的战果给保持下去。这个我们有非常多的可以说是经验和教训啊。凡是孩子读得好的都是家长在家里面坚持的比较好。那你辛苦就辛苦几年，等他你慢慢孩子长大，然后他读得越来越好的话，家长会越来越轻松的。像我现在带我学生，我就觉得非常的轻松，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布置任务让他自己读，他就自己读了，你不用在旁边就是一直是盯着。那么如果你们本地有一些读经营，有些读经学堂的话，那么利用这些机会去参加密集的学习会，效果非常的好。总之呢，这个平均45分钟到1小时的读经学习时间是海外华裔孩子读经保证出成果的一个基础量。当然我要说这个基础量是针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来说的，就是你0到3岁的这些小宝宝，其实你不用特别纠结说每天什么时间或者怎么样，你就一直熏陶就好了。这个每天他能读的时间其实也是很难保证那么小，对不对？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在问说，我知道读的时候孩子已经大了，特别是有很多是10岁以上的大孩子怎么办。那我们就说大孩子其实他也有他的优势，他并不是完全就没有希望的。有很多家长好像就一想，如果孩子很大就直接放弃，这个其实蛮的。
但孩子呢，就是他的自制力更强，意志力更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有时候他如果一篇他已经读熟了，那你给他布置说你把这个读五遍读十遍你就可以完成任务的话，他是可以很快自己去玩的。但小孩子的话，他就算读得很熟，但是他还是心猿意马，老要想玩嘛，那你要在旁边压着他，这跟大孩子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孩子，有的大孩子原来在中文学校里面学过有些中文基础的话，那他上手很快啊，他可能半年就可以读完小孩子一年就读的内容，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尝试。如果你的孩子在中文学校学习了，然后你呢又不管你对这个学习的效果满意不满意，你其实都可以开始尝试读经。还有呢，就是说大孩子语速快，他纸质能力强，同样的内容可以同样时间可以读更多遍。大孩子遇到可能遇到挑战呢，就是说孩子很有自己的主意，特别是初中生那种年龄的青春期的叛逆心很强。这个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尽量能早开始就早开始吧，因为越往后你可能会花的这个心血就越多越难。但是呢，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意的话，你也可以跟他沟通，就是并不是完全靠强压，你也可以跟他沟通。有的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德国有的老师就是给他一起看那个，陪他一起看，家长陪他一起看先生的演讲，一场演讲百年震撼。那孩子自己看了之后说，天哪，说我已经这么大了，这已经是这个说先生说这个是不太有救的这个年龄了，怎么办呢？我也想要好好学。你想孩子他如果自己生发出了这样一种志气和理想的话，这是非常好的，证明你说多少都有用。那让一个让先生的这个演讲来说服他试试看，也许这是一条解决的方法。还有呢，就是说家长可以跟他交流，说为什么你要好好的学中文，为什么要学经典，这对你的人生的影响，就是总之不停的去跟他交流，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甚至可以用经典里的一些话去跟他沟通。还有呢，就是说大孩子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多时候已经不太能像小孩子一样安于就是说闷头读，当然有些大孩子也是可以，有些大孩子他反复的去问。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就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一个技术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去找一本这个西文的翻译的书，就比如说英文版的《论语》，或者说英文版的或者德文版的《论语》，你就给他自己看就可以了。就是就满足一下他，就是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用说，就是说搞得每个都很清楚，但是他如果好奇，就是瞄一眼，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能够促进他读的话，可以。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讲，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把这个读熟了之后回头再去看会更好，效率更高，他可能慢慢自己也会体会到这一点。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小的时候就没有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没有一个就是说长期坚持的兴趣爱好，不知道就是说通过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回报这样一种体验。那么这些孩子的话那就比较困难了。就是读经其实正是一个磨练孩子心性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培养孩子更好的学习习惯和磨练他的心性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可以跟他一起开始读经，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我希望对大孩子的家长稍微有一些帮助吧。那么就在昨天呢，芝加哥的有一位家长他做了一个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征得他的同意把他的分享拿过来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他呢实际上就是2016年的五月份才知道读经的，之前他孩子是上普通的中文学校，用的是马丽婷的中文教材。那么他们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背完了论语的20篇，这个是挺快的了。这个是其实应该是超过我们海外读经的业余读经小孩子的一个平均速度的。那么我就家长就跟我们说，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困难的，每天只读一点点。而且一开始这个家长他也是觉得说要看懂了意思才读，所以他是自己去看注释，看几条几条，看几条几条，但是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很厌烦了，就不这样做了。只是纯是看着拼音来跟着这个文本来读，但是他就是坚持下来了。这个家长呢他就说就有人就说这个很多孩子不乐意读啊，那个家长就说孩子当然是不乐意的，但这个就看你的家长重点放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中文不是必须的，孩子一定学不好，所有的孩子都是察言观色的一把好手，
他说我觉得学中文对于中国孩子来说就像是小学数学一样，没有学不会的，对智力没有要求，顶多是这个孩子可能比那个孩子需要多练几次而已。那么大孩子的好处呢，同样的起步，学习能力强，好像跑步，九岁的跟四岁一起跑肯定是九岁的先跑到。那么他说他有的时候累的时候自己放假不给孩子带读的嘛，就让孩子复习旧课，那孩子呢他很快很乐意的一会儿就能够读完了。然后有的人就说，哎，你家孩子读得好是因为他中文基础好，有语言天赋。那妈妈就说，这个是我们没有什么天赋这回事的，其实就是我们家很重视。他们上中文学校，每天他都认真做作业，也周末读课文还认字卡。他说如果天赋，那孩子天赋有差，有的孩子聪明一点可能50遍就读会了，有的孩子70遍才能读会。但是他说，那你说这个20遍的差异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多读20遍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看你要不要想让他读会。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他读会的话，你就多带他读，对不对？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这个家长很实在。嗯，然后有的家长也说，我的孩子没有兴趣。那这个家长就说，孩子当然是没有什么乐趣的，他读经跟其他任何活动比起来都挺无趣的。那我家的现在也还没有发现得到乐趣，但是我的要求就是他每天必须得读一定的量，如果这个做不好，其他活动都让步。那么他孩子呢，现在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自己慢慢的也就你说没有乐趣，他其实也找到了一些，可能也是有一些乐趣，因为他现在能够比妈妈还要先读会一篇新文章了，哦，还是很厉害的。而且他呢又背完了很多篇啊，孩子肯定他自己也是有这样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所以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我们家长要去引导孩子去激发他这样一种克服困难之后的得到的满足感，这样一种高级的乐趣，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吃喝玩乐享乐的这个娱乐的享受的这样一种乐趣。那么我们最后就是说谈一下对海外华裔儿童读经特别特别的意义。首先它是让孩子能够中西并蓄，两全其美，因为孩子在海外的话，他的这个西方文化的接收是很自然的，浑然天成的。但是呢，如果中国的文化不能够给他很好的传递给他的话呢，就很可惜。实际上他是完全可以两种都均衡的学习，把两种文化的优点都能够掌握和体会，两全其美。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通过学习经典可以让孩子传承文化，并且什么加深他的身份认同啊 ，identity crisis， 这个很多人都提到，就是说这个移民二代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比如说是美国人，但是呢别人看你的脸，你是个亚洲人的长相，他又不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文化里面去，那他会有一些痛苦和挣扎的地方。那我们通过给孩子进行他自己的这个根源性的文化的教育，可以帮助他在他的心理上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帮助他克服这样子可能的心理危机。同时呢，可以深入平衡的掌握多种语言，因为我们不仅仅要用读经的方法来学中文，我们还要学英文，还或者是其他的孩子所在的这个国家的语言。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小孩，他也读《论语》，那他是不是他的中文的水平会比一般的中国不读《论语》的中国小孩可能还要好啊？是不是？那你的孩子在美国，他虽然是个华裔小孩，但是他如果读英文的经典，读德文的经典、法文的经典，读很多的话，那他的很有可能他的这个国家的语言，他的掌握的比那些本地的小孩他如果不读经典可能还要好，这个逻辑上是可以推出来的，对不对？所以用这种读经的方法是可以让孩子深入平衡的掌握多种语言，最后呢提升文化修养，开发大脑潜能。那么海外读经的特别的环境就是西文环境缺乏文化背景，那么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呢，就是说我们海外读经教育跟国内读经教育还不太一样，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这种急迫感，我们有一些急迫感，还有一些特别的。首先我们尽量的用无拼音版的读经教材，减少拼音依赖，特别是已经在中文学校学过拼音的孩子，如果没学过拼音的孩子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是学过拼音的孩子，尽量用无拼音版的教材，减少拼音依赖，或者你把那个有拼音的那个教材上面的那个拼音把它用涂改液给它遮掉。然后呢要优先在孩子的语言发展的时候要优先中文教学，优先中文阅读，以达成日后的中西平衡发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就是叫进入式语言课程，叫 immersion course，
这种呢就是它是很多学校它是安排就是一半课程是用比如说用中文教一半课程用英文教，但是在很多这个它项目设计的时候，它在这个它在早期的话它会更多的比重放在这个那个外语上面，然后慢慢的变成两种语言是50:50的，可能早期的时候可能是80:20，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原来的那种语言比如说英文这种环境语言太强大了，所以你一开始你一定要有到80，你的那个中文这样一定要有到80，你才可以去跟他那个平时的那个环境去抗衡。那直到他的这个能力两个都已经差不太多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放心的说去50:50啊。那么我们在教学和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就在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是其实可以是放心大胆的纯中文的，在家里放心大胆的纯中文，尽量的多中文，然后尽量的优先你的中文的学习和优先中文的阅读啊，这样子小孩子冲到了小学之后，他的中文才不至于一下子就被那个英文给冲的就很厉害。那我们的教学经验就是这样子，在我的学堂里面，如果是小的时候中文非常强的小孩，他进了 K 和一年级之后，他的英文是突飞猛进的，但是他的中文受影响的没有那么大，他要你让他就是说英文的时候你让他掰回来他还能掰回来，但是有很多小孩如果他原来的中文功底没有那么强，他上了一年 K 再上一年一年级之后，他的英文就已经强大到你想让他掰回来用中文表达他已经不太会去掰回来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两年之间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中文学习只争朝夕啊。那么最好呢，比较理想的是在小学前或者小学二年级前完成开门识字啊，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我们可以提前进行这个规划。但如果孩子没有在这个阶段完成这个，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从什么时候知道就从什么开始开始，认真去做就可以了。尽量在华裔儿童形成西文阅读优势之前完成中文的阅读习惯。那么我们在海外读经会强调保证读经基础上面的一些白话文的阅读等等，来增加他的这个对于语言的敏感度。那我们说读经和识字阅读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本末先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大学里面的话，非常的有道理，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你就不会用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看待世界了，你会用一个更有层次的本末先后的这么一个框架去看待世界。那这个思维方式不仅仅对读经教育有用，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有用的。那么最后就回到我个人，就是最开始说我的母亲给我介绍读经时候我的那样一种反感，我的那些担心。那么我后来在很多年之后我自己有了自己的答案。首先这个不是说一种望子成龙的功利心使然，应该说是爱孩子就让孩子读经吧，读经的孩子是有福的，读经的家庭是有福的。那么说艰涩难懂的孩子给小孩子学呢，我们是为孩子在储备生命和学问的灯油，为点灯的时刻做好准备。这个点灯的这个比喻是多伦多的潘振尧小朋友，不能说小朋友，这个是一位有为青年，他现在在多伦多大学读建筑系本科，然后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让他读经，他当时很不理解，后来等到他到长大了之后他就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小的时候那些被妈妈硬逼着背的东西，他现在长大之后都变成他生命的这个资粮，他就遇到了好的老师之后他就突然就焕发出来了，他就很感谢之前妈妈给他储备了那么多的灯油，遇到了老师他点灯之后就哗的亮了啊。这位年轻人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学习好啊，或者这些一般大家看起来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他在读大学的期间就带多伦多大学里的年轻人一起传播中国文化，也带年轻人一起读中国的经典，还组织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帮助这些年轻人们跟社会上面的这个职场人士进行交流，促进他们的这个学术和职业上面他们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他不仅仅有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生活都规划得很好，很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他对社会也有很多的贡献，对他人有很多的这个爱和贡献，对社会有这样一种公益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这样，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对，不仅仅注重自我成长，而且很重视回馈社会。那我们如果从经典当中，我相信孩子是如果能够真正把经典进去的话，他是会成为这样的人的。那么说起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说，实际上陈寅恪说过这个独立思想自由之精神嘛，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在读经之前有很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孔子和很多的这些人的观点，其实并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并没有经过很审慎的辨析，就是别人这么说我们就是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会觉得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但实际上当你进入到这样一个体系里面认真的去学习的话，你会发现精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是那个可以被称得上糟粕的东西，它可能其实都根本不是个糟粕，它你要放在它的一个语境里面去理解，对不对？或者说即使是有糟粕，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深入了解的话，其实根本谈不上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只不过是把你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而已。所以说这个呢，只要你读慢慢就会明白。死记硬背有什么用？会不会读傻？会否影响创造力？那其实这个也是用辩证的去判断问题，这个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如果我们辩证的看待问题，就会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这样非此即彼的，创造和死记硬背它这个并不是一种决然对立的关系，创造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多很多的创造都是有根基有根基的。那么有很多的学术大家，他们是非常有学术上面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很无知，他可以做出这样创造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想明白这点就不会太纠结了。那么读经好的例子是不是个案，能不能推而广之呢？可能在我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不是有很多的人在读经，然后呢自己手边上也没有什么现成的这个实际的体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个是个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读经推广，在海外读经推广已经有好几年了，那我自己的学堂自己带孩子读一步步的走来，可以说是越实践越笃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案例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只是看着例子而来的话，这个其实还是一种稍微有点功利的思维方式，就是就是说如果没有例子你敢不敢做这个事情，你只是觉得这个你能不能只是觉得这个有道理就做这个事情。其实呢如果你冲着例子来的，有些人却就我觉得发现这个小孩子小孙子读书很厉害，他能读，那我也想要孩子教，结果他发现小孩子读了一年论语好像没有能够自由阅读，他觉得就没意思就放弃了。有很多我觉得以利诱之会有这个问题，虽然我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我希望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想明白道理方能更好的坚持。那么家长自己首先要学习读经教育的一个，你想清楚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读经，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花时间的，你要花精力的，那如果这个事情跟其他的事情有冲突了，那么你就要开始排优先级，对不对？那排什么东西在优先级的前面，跟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取向、跟你的教育理念就有关系。所以你如果对读经教育比较认同，你觉得这个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有其他的事情，有娱乐项目，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跟它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牺牲掉那些东西来保读经。但如果你觉得读经就像一个才艺一样可有可无的，随时可以放弃的话，那你遇到困难很容易就放弃掉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想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宁可慢不要站。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觉得说一开始推进很多篇目，推进很多字数很困难的话，那你就从一小段一小段的开始，没有关系，我们说宁可慢。但是你不要说今天热血来潮读了好多，然后花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那不行的，那前面的读进去的又忘了，那你后面的小孩子他也会受这种状态的影响，觉得这个事情是可有可无，很闲散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他最后就是放弃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我们如果说每天哪怕你只是从十五二十分钟慢慢到三十分钟开始，最后坚持啊，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他最后就会形成他的习惯啊。我们说坚持一定会有收获，还有现在大家很喜欢说的一万小时定律啊，你如果要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的话，你要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投入。还有就是说我们反复强调，快乐来自于克服困难过程当中的自我成长，并不是只有这个低端的快乐才是快乐，有很多高级的快乐，我们要把这种高级的快乐带给他。但像前两天我的女儿她，我叫她就是写了正字，她特别特别的开心，她就教她读五遍就可以写个正字做那个标记嘛，她特别特别开心，她就抱着我说，妈妈我特别喜欢你。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教我这些东西，没有人会教我别的东西，没有人会教我这些东西，我们老师只会教我写英文字母。她一开始那个正写不好，他自己也很急，然后他让我抓着他的手写了好几遍之后，他自己搞定了之后他特别特别开心，我就能感觉到他这种自我成长的快乐。我希望他能够在一生当中一直能够感受拥有到这样一种快乐。那么最后我分享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我分享一点点当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这是韩博士，韩青博士，他的孩子呢是在美国读了小学，然后回国小海归读了可能一年，还是回中国插进中国的小学。那他作为一个回去刚刚回去的小朋友，他肯定是中文是很差的，所以他妈妈当时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能够让他把这个中文学好，提起他的兴趣来。后来他就通过各种方比较，他就决定让他的小孩子去尝试读进教育。他说难题的解决办法是非常规的，另辟蹊径的，要解决像中国教育这种难题，要解决必须要大胆尝试。那么现在看到成功案例的苗头是不能轻易错过的，尽管案例的数目有限。听到这里大家说了，另辟蹊径的风险多高呀，我可不敢拿我当实验品。然后他就说我们风险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当你遇到一个就是不可知的东西，但是你又觉得它是蛮有吸引力的，那我们去怎么去对待它？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可以选择说，哎呀，不行，这个好像数目有限，可能是个个例，那我就走开，这也是一种态度。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而且可能值得试一试，只是要做好风险的管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在当时在海外读经的案例还比较少的情况之下，而且也是抱着这个会不会把小孩子给教坏了这样一种担心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是给我的这个骆驼上这个压在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决定去试一试。那么试下来了之后我觉得蛮好的，小孩子我的学生也好，我的孩子也好，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成长，我的内心也非常的就是安定和踏实了。那么最后我把这个话送给还刚接触读经教育的家长，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小之。如果你是一个上士，听了这个立马就去做，那就太好了，恭喜你，你的孩子非常有福气，你也很有福气，你的这个智慧很高，比我强多了。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中士的话呢，那我就说我这是一个中士的分享，希望对你能够有一些启发。我觉得你如果还是若存若亡，我都可以很可以理解，你再多去看一看文章，不要随便的去做决定，想清楚了再做决定。然后呢，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你前面的这些你都做到，你都认真的去思考，最后如果你认可了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笃行之，就是认认真真去做。比如说即知即行就是智慧，不管路有多远，重要的是开始啊。你如果小孩今天是三岁，你就三岁开始很好，你如果小孩七岁，七岁开始也很好，十岁十四岁十五岁都没有关系，不管路有多远，重要的是开始。那么
还有一些话送给如果你是已经开始读了一段的家长，但是你这时候有很多的困惑或者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我把这个中庸里的这段话送给你：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个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天分很好，对吧？天生就知道，有的人学了才知道，有的人要经过很多的磨难才知道。但是你只要最后知道了，一样的。那你读经呢？你安而行之，很顺利的做也很好啊。如果是利而行之，拿利益去诱惑他，不管是诱惑家长还是去诱惑小孩子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勉强而行之，大家都不情愿，但是你就是就像那个芝加哥妈妈说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你每天完成这个量。我们说了，及其成功也，你这个事情是最后你只要做成了，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中庸里的话，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果能辞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或者说我们自己也并不是说特别聪明的家长，那人家可能很快就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多做几遍，对不对？他十遍不行，20遍，20遍不行，30遍，30遍不行，40遍，没有关系，经典读他千遍不厌倦呢，都是经典，都是很好的东西，多读读没有关系，没有坏处，对不对？那我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去做这个事情，并且把这个精神传递给孩子，相信会对他一生都有影响，都有帮助。那最后我用先生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儒家之学就是乐乐之学，长进的生命即是一种乐乐的生命，随时精神饱满，随时气量广大，这种生命是值得追求的，而这种生命也就在你的眼前。我欲人斯人至矣，只要你立志，一定能够做到。好，下面呢就是读经教育的一些必要的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先生的视频一定要看，然后还有先生的很多文章，我说了先生的原文是最好的，你可以里面看到很多有智慧的，而且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圆融的老人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定要怎么样，很自然，没有的，他是很圆融。然后呢，有很多家长在那个课前，在讲座前的问卷跟我提出说怎么提高孩子的兴趣啊，那先生其实在这些文章里面他都有提到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做法等等等，都可以去参考去体会。然后呢，这个是德国汉堡的一些大孩子他们背诵礼记里面的，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个大孩子们也是可以学的这么的好，而且是成为翩翩少年君子，对不对？还有是这个优雅的这个小淑女们，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非常令人失望。我也很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成为像他们这样子的人。那最后就是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好像时间有点长。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写一下，我估计可能差不多都已经覆盖到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还有5分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给写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就差不多。哦，罗兰老师要开放语音，好的，罗兰老师，看一下你，我先把大家的那个语音都给开起来，然后不说话的朋友先把话筒关起来。好的。哎，罗老师，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你了。好，谢谢你啊，嘉乐老师，讲得非常精彩。真的是，虽然我以前也听过您的讲座，但是这一次每一次听都会有，就跟听教授的讲座一样，我是百听不厌。下面我这边有一位家长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也许对其他家长有帮助。好。
哎，焦乐老师你好啊，谢谢你的两个多小时的这个讲座，非常受益。我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读经快要到两年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对语言的学习来讲的话，一般都是讲究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那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学生，他如果从读文言文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到比如说在说和读写上面呢，能够更进一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说你要输出的话，你首先要有输入，输出要有足够的输入。那你就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他学说话，他从基本上到两岁多才会说话，对吧？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肌肉发育不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的之前他的输入也是不够的，他输入足够多了，他才会慢慢的往外输出东西。那我们实际上读经两年，他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量呢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个首先第一条就是我们说本末先后的这个本，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下去，继续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几岁了？他快要到十二岁了。快到十二岁了，对吧？那这个快到十二岁，就你们之前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这孩子哪一个小朋友？我来看一下那个，这个调查表。文杰，郑文杰。文杰对吧？哦，我看一下啊。文杰是你们是这个中外结合的家庭对吗？不是，我们都是中国家庭。中国家庭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之前在家里面说中文说的多不多呢？以前一般就是我们说中文，孩子用英文来回答来交流吧。对，他很多时候孩子用英文回答交流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对不对？就说这个实际上在小的时候就一开始呢就应该严防死守这种情况，但是小时候如果没守住的话，现在当然就是会稍微清楚一点，但是还是有用的。就是说你可以教他如果表达完了，你可以教他用中文怎么表达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先把它从一些基本的可以教给他，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啰嗦啊，就好像把话又说了一遍一样，但是如果能够坚持这样做的话，他应该会学到很多有针对性的表达，这个比你去额外的学一些东西更有针对性，因为那个刚好就是他要说的那个内容。然后还有就是要有比较多的额外的输入，就是说你们在家里最好可以，因为是大孩子了嘛，你可以给他看一些中文的电视节目，或者说是就是说你可以筛选一些比较好的，像一些纪录片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好的中文节目，像今年国内有一些比较火的，像中国诗词大会啊，还有像见字如面、朗读者，这些都是可以给孩子看的，挑选一些比较优雅的，也是比较有文化内涵的节目给孩子看，他比较大了嘛，是可以看一些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对，这些就是如果说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也可以带孩子去比如说去一些博物馆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文化场所等等的，让他去对这些东西有一些更加直观的体会。像我们有很多家长，他们读经了之后，带小朋友去国内去博物馆，小朋友一看到很多这上面的内容都是跟他读的经典里是有关的，他就会很兴奋。所以这个呢，是就是说。会给孩子增加很多他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说比如说他的素材，他会有很多这些东西跟他的生活再结合起来。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如果比较放心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太担心他现在的输出，就持续的输入就好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国内有很多小朋友读经，他也没有英文环境，他就是背英文经典，他就把那个什么十四行诗啊、英文名著选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全呱啦呱啦背下来，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这么背。但是等到他再把这背得很熟之后，老师再过来给他讲一讲，然后再给他针对性的训练一下，他这些
都上得很快的，包括这些口语的这些东西都上得很快的，就看你受都受不了了。你如果受得了的话，其实就是说是真的是可以，真的是可以不用担心，就是说完全就是在靠读经，然后后面你等着他的智慧。就说语口语的书的话，这一块哈，把孩子丢回中国去，几个月很快就能捡起来的。国内有很多这种大学有这种专门教外国留学生的语言项目，很多小老外丢回中国几个月，那也中文说的挺溜的。那你如果孩子有读经的基础，他回去这个东西捡起来应该是挺容易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吧。所以就是说输出总归是我们读的是文言文，那在过渡到日常中文的这个对话上面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孩子家里来人，孩子很愿意想说用中文去跟客人交流，然后呢他一张嘴呢他不会说，然后他就开始被大学然后他就把客人给弄得很莫名其妙完了我说你可以交流一下，然后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被大学对，这个其实是件趣事一桩啊，将来回忆起来一定会会心一笑，挺可爱的。就是我鼓励孩子这样，你跟客人说，你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现在的背景，那么客人听了之后，大抵都会赞扬表扬一番，对不对？对小朋友也是一种正面的激励，其实是蛮好的，这种情况也是，你就是我刚才说到说你可以教他去表达，就是那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你可以提前替他准备一些，教他说怎么跟叔叔阿姨打招呼，或者跟他介绍起来你正在学一些什么东西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可以慢慢的教给他，然后呢也是可以，你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给他做日记，就是你帮他写下来，他口述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大家口述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用中文写下来，然后让孩子就把这个东西给自己读一读，他让他自己写肯定挺困难的，但是你可以帮他写了，然后让他读一读，慢慢他就知道怎么去用这种中文来表达他的这种生活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稍微花一点功夫，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下。嗯，就我觉得反而是你们学中文的那个任务，用中文来教的。好的，谢谢你啊。嗯，还有什么吗？还有其他家长要啊？那我们这边暂时先没有问题，我以后可以收集一些啊，听一下他们反馈。我现在就大家的那个话筒都开始了。老师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小朋友。哪一位在？我是我太太的红艳。你好，能不能告诉我你的那个号码是多少 ？V 多少号？你知道你？看一下啊，不清楚哎，我是三十二号。嗯，你好，我是 Viva 二十二号。Viva 二十二号是吧？那我先把其他人关掉，我先开一下你的啊。妈妈在跟阿姨们开始不说话。好，请讲。你好，是这样的，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挑战，就是说我带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是我非常有兴趣，我很喜欢，我觉得，我带孩子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乐趣。可能呢我家孩子在过程当中就遇到挑战来说，我可能对他有点急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表现出一些比较反感的情绪，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嗯，你的孩子多大了？他6岁了。他现在呢，无论是英文学习还是法语学习进步非常迅速，这是我觉得这一点跟读经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老师反映来说，他的阅读能力的话就是属于在班上是非常强的，就是他无论读英文和法语都很快。嗯，挺好的，恭喜你。嗯，我想一下，就是说5、6岁小孩出现这种情况的其实还挺多的，就是不在少数，就是5、6岁的小朋友有不少就已经挺有自己的想法了，然后然后如果说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的话他会有一些反抗。那这个呢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家长要慢慢的引导，或者说是带他去多参加一些就是说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事情。你是在温哥华是吗？不，我在渥太华。渥太华，就魏老师那边对吗？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是原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是孩子嘛，6岁的孩子有一点情绪，是他原来是跟在薇薇老师，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寒假班和暑假班没有参加的话，再跟那些孩子他自己觉得有点吃力，然后他自己就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家，就会有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回到家里来说，我们补课的话就会觉得很辛苦，所以呢我薇薇老师建议说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带他先读一下，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自己一个调剂嘛，要不然我们就是大家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得很辛苦。然后我就想的是说到家里面我们可以慢慢读，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这个进度呢你如何把握，我觉得好，这个就我现在知道怎么是了，就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这也有的，就是原来读得很好，然后后来没有一直跟大家的大部队走，后来就是隔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发现就是跟小朋友差距很大，那小朋友就哭了，就是这个也挺遗憾的，就是后来这个小朋友就后来就没有特别好的坚持下去。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事情就是说最好是能够不断的，最好是不要断，因为读经的小朋友你也知道，他们越到后面就是学习的能力越强，越往后就是跑的就是越快的，再往后追就是挺难的。但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反正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在什么地方爬起来。那孩子他这个他并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完全没有基础然后闹意见的孩子，他其实孩子他是自己有，他还是想要学好的嘛，他是有这种好胜心，那这个其实是蛮积极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家长要多给孩子做一些心理上面的疏导，那这肯定不是1天2天能做好，但是可能陪着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说跌倒了哈，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爬起来，我们也是英雄，就是我们并不一定要以跟别人比谁更好才是英雄，我们跟自己比，超越自己，这个就是英雄，这是更了不起的一种胜利，也是更艰难的一种胜利，跟自己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弱点，去克服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缺陷。那就是说读经的进度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是7岁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知道薇薇老师她的进度是挺快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就是说他读经是什么进度哈，我觉得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参考他以前的进度走，那样子的话应该就对他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以前就能够接受这个进度嘛。那你如果说你需要有一个参考的话呢，首先我是建议参考薇薇老师以前给他设定的进度，如果说你还需要其他的参考的话，我这边的进度是这样，如果是每天学习，我带K 以上的孩子，
每天学习如果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话呢，我们差不多一堂课可以把1000字左右的这个文章读十遍，就是说一个小时大概是10000字的诵读量。这个10000字可以是5遍领读跟读，也可以是10遍连读。那这个实际上是我实践下来，就是 K 以上的孩子这个量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是可以完成的。那你们的孩子7岁，而且原来有读经的基础，我觉得就是说听课可能是这个量，那靠复习旧课的话肯定是可以比这个快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匀速的按照这个试一试，带着他读。还有对，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复杂的，他每个小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能开他自己的那个钥匙的锁嘛。妈妈是最了解他的人，就是说你多多的陪伴他，然后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说跟自己比上面，而不是说太关注其他人。我相信他这么聪明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他一定可以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道路来。谢谢老师，谢谢。那就先这样。那还有其他的家长吗？如果说你们想要我开你的那个麦克风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在那个打字的框里面可以告诉我你自己的那个编号是多少。请问还有哪位家长需要提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先这样。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加。对了，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都是从哪个州哪个城市来的？你是想说？好像听不清楚，是不是？来自于渥太华。渥太华的这位妈妈知道了，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小朋友？看的小朋友是吗？我们五遍。那你们等一下可以在那个框里面打的。对。现在说话听不太清楚。你好，佳老师，是我米娅。米娅你好。哎呀，米娅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来听的晚了，7点。因为有客人来，我们好像都7点了才开始听。跟上次在芝加哥讲的是差不多的。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你那个，你总结那个10岁大孩子的那个新家的内容，蛮好的。对对对，这个家长可以说就是勤而行之的上市了，去年5月份才知道的，今年就已经读得这么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很佩服他们，特别厉害。是是，那要不就先这样吧，让现在时间也好了，录制时间也很晚了，那大家早点休息，就在这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联系，拜拜。好，那再见，佳乐。再见。说佳乐老师，拜拜。再见。拜拜，再见。